大家好，我是牧师。今天我们刀仙遵手游，开始吧。我想转折，78，其实这个有慢慢在收集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把试炼解完吧，因为其实剩下的我都不想解。反正这些很爽啊，你不想解就不要解啊。因为它是靠自找在。老实跟各位观众讲，它是靠自愿找在玩的，所以你其实不双解，你就不要解嘛。你看，哦，他是靠资源找在玩的，所以你们任务不爽玩就不要玩了。对啊，哦，但有时候可以去玩一下。我好像很少用这些聊天屏。全新世界的相遇里的世界。我要去新的。哎呦，比较多人的都已经满了。好急哦，比较多人的工位都已经爆满了，就我们只能去这种没人的。来，功法升级。咱们可以做一个炼器的全部强化。那你这边呢，就可以洗炼。这边呢，就可以对山海之呢进行技能的提升。点复原呢，你可以获取复原。这边可以再抽，你可以抽多一点。那你这边呢，就可以合成或分解。哦，那相同东西的你可以把它分解掉。不过先不要动，因为这个之后都会收集到。那召唤的部分的话呢，就会进行神兵的召唤。我们点自动神兽就好了。正在进阶，好，我们有新的阵型哦。看我们下面这个发光，他们现在没有显示出来。这是有人加我好友吗？哦，不是，是我们背包可以吞噬了。好，这游戏也太爽了吧！突然觉得这游戏有一种很爽的感觉。于是吞掉的那一刻，整个就是爽。我把东西吞掉的那一刻超爽。我说你可以再做一个穿戴。哟，蛮累的。所以要继续挂机吗？那就继续把试炼解完。我们最近会把全部的鲲都介绍完 ，OK 吗？好，接下来是琥珀新鲲。那这一只就是琥珀幻鲲哦。那这一只的部分的话呢，是要集满这个材料。幻灵之鲲哦，300即可使用，你可以启动它。那这个取得方式呢，就是透过深渊 BOSS 跟跨服 BOSS。好，我们昨天就叫星海嘛，我觉得星海很美耶。然后接下来就剩紫薇啦。好啦，喜欢这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可以订阅了，拜拜。